假日好，哦，在盯那个展示架，利用星期天哦，自己 DIY 一下展示架，又可以展示一些东西，啊，喝点小酒，喝点啤酒。今天天气很热，啊，大家哈，假日要心情放轻松哦，哈，要，啊。来，祝福大家哦，那个生活快乐，然后平安健康最重要。哦，喝酒哦，就要学我这样子，在家里面喝，不要到处外面到处喝哦。像自己一个人喝也不错，或是一两个朋友喝也不错。哦，不要喝到醉那一种不好。哦。我都鼓励怡情小酌一下。哦，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啊，自己小酌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不要喝到醉啊，喝到吐啊。哦，然后在外面喝酒闹事啊，那就不好。哦，因为赶一些进度哦，自己捡就友谊不要的玻璃，我把它捡来用，就钉成架子展示架，改天做好再拍给大家看。哦，刚刚有人问我在干嘛？哦，没有干嘛，对，我就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哈、哦，自己有定目标的事情。哦，其实哈、哦，人生就是哈、哦，要会过生活，把自己过快乐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哦，那。我最近就在搞那个工作室，哦，自己装修，自己 DIY 啊、哦，因为不用很细致，因为我是要走那个粗犷的风格，哦，所以我东西都比较做起来比较粗糙一点，哦，这样也比较有那个张力，哦，空间张力，等弄好之后再。邀请大家来坐一坐哈、哦，来给我给人气一下，哦，谢谢啊、哦、哈，好，再喝一杯，哦，来祝福大家哈、哦，那个生活要有重心哈、哦，然后自己要找工作做，哦，因为很多人说好无聊哦，哦，其实人生活不会无聊，只是自己。要会安排，哦，学乐器也好啊，画画也好，找个正向兴趣做都没关系。我想自己弱点在哪里啊，去补强那个弱点的学习，哦，就对了。谢谢哈、哦。啊，大家要平安哈、哦，要快乐哦，要会过生活哈、哦。